好，好，刚才，刚才小飞机在讲的时候啊，尖尖哎，到底来自麦克风啊？可以开始了，来自可以。刚才小飞机在讲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听这个什么 SNSD 是什么东西的，然后一查，哎，好像不太对劲哦。哎，我们先关掉啊。好，那今天要讲的是，我是中间突然插出来的，原本想说他讲完怎么教小孩子写程式之后，刚好就可以找我建立小孩子写程式的社群。好，那大家应该都有过经验，你们要一个资源的时候，你们要上 Google 或其他东西去搜寻，搜寻之后你们前到某个网站去，然后下载资料。好，那你们上某个网站，那就是要主机、要设备、要网路流量。那如果像是比如说 CCon 一开始，或者是各个小的 Open Source Project 一开始的时候，可能没有这些资源。那在以前的话，对，我怕我时间不够，因为我只有两分钟，所以大家先记一下 OSS Planet， 还有我的 email bluet@bluet.org。然后如果寄 email 给我的话，就 OSS Planet 后面组织名称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正题。以前曾经我们有个东西非常非常棒，叫做 Open Foundry 啊，现场有人听过 Open Foundry 吗？赞，好 ，Open Foundry 真的会有良多，会大家良多，但是它它的资源主要赞助我们的包括这个场地，还有就是各种 hosting， 像比如说 Moz TW， 还有 Study Area 或这类社群，它都有赞助这些网络或主机之类的，但是它现在已经像流星一般陨落了，我相信大家知道，那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可惜。好，那大家觉得很无助，那我们能怎么办呢？22秒。剩22秒，对啊，干啊，反正我们要想办法自己来啊，哈，那自己来说打就打，说干就干，那我们有什么，大家有什么就出什么，那就会好棒棒，棒棒棒棒棒棒，哎，棒棒棒棒，好好，那请大家上 ossplan.net， 那你们在这边直接输 email， 以后如果 email， 哎，好好好，对。来，最后一句，最后一句话，最后一句话，来来，让你讲，让你讲一下，让你讲。来，最后一句话，让你讲一下。好，最后一句话哦。那个，如果你们成立任何跟 open source、open music、open culture、open everything 有关的东西，你们需要网络或主机资源，就告诉我们，我手上一大把、大把、大把免钱的资源，就是要赞助 open source 相关社群的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。